这谁给我车上写个上班是什么意思呀？你怎么不让他们上班呢？怎么就让我一个人上班、啊、嗯，大哥，我觉得你可能有点误会啊，这可能不是上班的意思。不过呢，既然已经开始上班了，那就先给各位铁子们拜个年吧。俗话说，瑞雪兆丰年，我祝各位龙年都挣钱。各位大婶的铁子们，过年好啊！再催完这一车，我就要去上班了。儿子，说实话，我还不舍得你走啊。你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哎，儿子，任务又刷新了。哎，这下有理由不走了。儿子，除了十五再走不成。哎，看来十五也走不了了。啊，儿子，你还是走吧。江湖一笑浪滔滔，哎呦我操，这个哎呦，家乡的路又冷又滑，人心又复杂，有什么好的？我就爱家乡的雪。没想到小丑竟然是我自己啊。我这一生如履薄冰，你说我能走到对岸吗？薄冰哥，别说了，发车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关注开车大神，在这里你能看到各种开车神人，让你笑，让你哭，让你一路好，让朋友开上车，保持关注开车大神，我们发车了。别乱跑，别不要不要不要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家具，妖怪大神是不是有点跑题？那是因为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而在车剑人。不就就哎喂，这不要停车，这不要停车，我操，这不要停车，我操，该放了。